Hello， 各位 Rogers TV 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Roger。我们今天的 Rogers TV 呢，要来跟各位朋友来简单的来介绍一下，就是在摄影当中，我们常会提到 log 档。什么叫做 log 呢 ？log。好，简单一点来讲，如果呢你有在使用单眼相机的拍照，你是比较属于一些比较进阶的玩家，你应该都会使用 log 档来拍照吧？为什么要用弱档来拍照呢？因为使用弱档拍照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获得在照片当中的更多的一些资讯，或者是一些色彩，甚至是一些暗部细节，还有一些亮部细节。如此一来，我们才能在这张照片呢去调整我们喜欢的风格，调整我们喜欢的色彩，或者是甚至把这张照片呢后制成为一张 HDR 照片。这就是弱档。相对的 log 档也是 log 档，可以在影片当中呢记录我们人脸所看不到的色彩，包含最亮的细节，还有最暗的细节。我们可以透过 log 档，在线性剪辑软体当中呢，去还原出我们真实的色彩。像 Final Cut， 像达芬奇，像 Pia，或是其他的一些线性剪辑软体，你都可以透过这些软体呢，把 log 档案的灰阶色彩还原成真实的色彩。甚至你可以透过 LUTs。好，套用 LUTs 去获得一些特殊风格的一些色调，相信有很多朋友都有看过美国片吧，很多美国的电影都是使用那种暗暗的绿绿的那种风格，这就是透过一个后期调色的方式来获得这些色彩。那 log 档案其实呢，你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曝光，因为呢，如果你的曝光不足，或者是你的光线控制不好，很容易在画面当中呢出现所谓的噪点。那要怎样控制好曝光呢？简单一点，就是开启你相机的直方图，然后呢使这个直方图的调柱状呢尽量靠右，但是不要超过。如此一来，你就可以获得一个正确的曝光值了。OK， 所以呢，拍摄影片的 log 档，你可以还原出最亮的细节跟最暗的细节，而且可以套用任何你想要的色调以及风格，这就是我们拍影片当中的 log。 那什么相机有 log 呢？ Panasonic 有 vlog， Canon 有 clog， Sony 有 slog。 那还有什么东西有 log 呢？像 RID 有上面的 log 档，那甚至像最近比较热门的几种，就是富士的 XH1， 他们有所谓的 flog 档。那 log 档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，它就是灰阶的色彩，就像你影片看到的灰阶的色彩，经过后期的还原色彩，它可以得到一个非常非常让你惊艳而且惊叹的超好的色彩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呢就到这边结束。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下我们的订阅，同时呢要开启小叮咛，这样一来我们有新的影片你就可以得到通知哦。我是 Roger， 拜拜。